按一下，我让你按摩。 力气这么大，你是想谋杀老板吗？力气这么小，我没给你吃饱饭吗？对不起，这样可以吗？按摩都做不好，我江家的保姆你不干，有的是人等着干，别以为自己都有竞争力。 找我出气来了！妈妈，我帮你！啊，不能乱叫！小贱人，是你叫安的？云小姐，请你说话注意言辞。 知道我是谁，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一个保姆，丑得像头猪，还想上位当江家儿媳，当安安的妈妈，你配吗？你不也想当我妈妈？云小姐，职业不分尊卑，人的素质倒是有高低之别。想当安安的妈妈，素质低，可没资格。您说对吗？你，马总又好了吗？ 还在联系？好，安回屋玩去。倒杯水。林哥哥，今晚花颜办私人宴会，请了马总、李董还有我们。伯母说，想让你帮人家谈续约的事儿。知道了。如果能把艾克的代言也抢过来。江总，马总联系好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好。把林哥哥绊倒，他就可以倒在我的怀里了。 快去补妆吧，晚上还有宴会呢。记得用花颜的化妆品。啊，用花颜呀？人家赚他代言费就行了嘛，花颜那么 low， 万一万花筒变，花姐，我现在把家里的化妆品啊全都扔了，就只用花颜，真的特别好用。您看花颜后续的代言和新品代言人，快看快看！是。花姐，快来晚了。不晚，正好。花颜的衣服穿在你身上真是好看极了，我班门弄斧做了一点改动。 花姐，您别嫌弃。知道是班门弄斧，还来现眼。这搭配，这颜色，你的实力给我当实习生都不够格。是吗？那你说这些是为了职业素养，还是个人恩怨？当然是职业素养。那就好。这不是二十几个？花姐，您觉得呢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
你一个人就打败了我整个的设计团队，还记得5年前花颜原本是打算找你做品牌代言的，可惜人生嘛，错过总有机会相遇的，不是吗？云静静，你可真不要脸啊，又来抢我的代言！我抢你的？明明是你自己看不上花颜，什么叫我抢你的代言？你胡说！ 花颜在我心中可是最伟大的品牌，是吗？啊，花颜呀，你要赚的代言费就行了吗？花颜那么 low， 万一我皮肤出现问题怎么办？你陷害我！花姐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鉴于云淼淼女士的不当言论。 花颜正式和其解约，永不合作。至于新的品牌形象代言人选，我希望是 Echo 小姐。花颜明天会正式对外公布这一消息。谢谢大家。又是你！又是你！你疯了吗？江总，是他陷害我，可是你的人呀。 说什么？花姐，失陪一下。你要帮我说话呀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一些小插曲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赶紧变回保姆和将将。他刚刚冲上。 站住！我回来了都不和我打招呼。江总好。你是害怕看我吗？没有。那你躲什么？转过来。受伤了也不说。怎么弄的？不小心滑到的。 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谢谢江总关心。这创可贴只能应急用一下，家里有条件还是要好好处理一下的。过来，过来。
吹着就不疼了。和你重逢时，紧握。